看看新闻网。4月30日，安亭极速音乐节现场也同样激情爆棚。久未在上海露面的动力火车，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，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大合唱。而当《还珠格格》主题曲《当》的旋律响起时，现场气氛瞬间达到最高潮。一番怀旧之后 ，JJ 林俊杰压轴出场，劲歌热舞的给力表现再次引发现场的第二轮尖叫。我们每天